女星贾永杰与德杰建设少东王兆杰结婚22年，日前才抛出放闪照，她今日再透过社群晒照，开心替老公庆生。甜蜜接吻照曝光后，立即羡煞大批网友。贾永杰和老公在2002年结婚，二人结婚后育有两女一子，平时也不吝啬在社群抛出夫妻俩的甜蜜合照。月初还因为一系列的赴日赏樱照而被各界猜测怀第四胎。今日贾永杰再度透过社群放闪，开心秀出自己替老公庆生的照片及影片。透过贾永杰分享的画面可见到，夫妻俩在一家餐厅庆生，桌上摆着一个以两人头像定制的 Q 版生日蛋糕。其中贾永杰的老公在吹熄蛋糕上的蜡烛后，立即转向站在身旁的老婆，并与对方深情接吻。此外，贾永杰也在文中向老公喊话：“亲爱的臭老公，生日快乐，爱你哦！”夫妻放闪的照片及影。